大家好，各位观众好，欢迎大家来到水饺罐头的频道。今天要玩的是久违的，也不能说久违，上礼拜才玩《魔物猎人崛起》的新 DLC 破晓。哦，那今天是第一天，就目前还在处于一个拓荒期的状态，到新世界去拓荒了。这几天有空的时候，我还稍微弄了一下钱。靠呀！等一下我的……哦，好。60几万，不知道够不够？不够再弄吧。来，出花。先去领东西好了，然后再去跟他们讲话。记得有买 DLC 的话，先上新增内容领一些东西。黑大 S 哦，所以他就是有一些新的。全部一键领取。那我们先把我们装备换回来，换回去传统的冲将。哦，我看一下，啊，将，新功能哦，跨博。没关系，我们先换回去冲枪。这套比较能打一点。交换技我看一下。哦，还没有。啊，还没有那个这版本冲枪最强的那个全弹爆烟。哎呦，哎呦，不错哦，这有新的东西哦。哎，很赞哎，那就不一定要只带艾露了。哦，然后新买 DLC 的话，应该是会先跟这个龙弟你讲话，我们的交易窗口小姐姐。哎呦，赞哦，可以打螃蟹了。集会所へようこそ。特別なクエストが来ています。等一下，这算集会所任务齁，可以预先发出邀请。好，直接发出邀请，没关系。我们先把一些东西带在身上。我看一下我上次。下去之前留的，这个好像都没什么好的，反正到时候再轮回就好了。然后这颗留着，这个可以留着。这个破坏王不要，他没有珠子，体术耐震好像可以哦。
我想一下哦。这个好，这个。好，出发，吃个饭。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学新技能呢？看看。看一下今天有没有新的东西啊。好吧，算老样子。这个好了。哦，嗨，安安呐、啊，被打成纸片了呢，天那么可怜。哎呦，大明蟹，看听起来很好吃。宣传奥特曼，你在传教啊？小把，我把它调成 base， 不是肥油，我把它调成四川话，好像好一点。那个在哪里？好、啊，这个好，好、啊，好，这样好多了。音爆弹哦，哎呦，给比较大颗的哦。来，出花打螃蟹。然后在旁边，不啰嗦，直接来。我要干嘛？哎，你喷很久哦，大哥。哦，有人进来了，很好。我、哦、靠腰！啊，他那边是盾牌。
哦，这个很机车，他就是推你。 啊，完了！哎呦，哎，被吓到！嘿，刚好防住。 苏菲恩不是，这名字听起来好像假的哦。灭云啊，灭云听起来比较像真的。嗯，我没有在，这听起来像假的、欸，好笑，是真人吗？太假了吧？这也蛮快的，其实打一下就有人来了，然后先把我的。 我把它关掉了吧。好，还好。你他怎么这次躲那么快？靠腰。哦，第一只就也不是说难，我觉得有比一般的龙难打一点点哦。 好玩了。No。<笑>海贼王不会啦，不会吧？我虽然没有看海贼王，可是我觉得他不会。 我看，如果因为他毕竟算是 Jump 的三本柱，这算是一个老牌动画。如果他给我来个梦，不可能梦结局，那应该说梦结局可能太老套了。这么低能的东西，他应该不会玩。 哎呦，哎，那集今天这集不是我看的，我看。 他今天讲的这集好看的，是赞的。你先去看没关系啊，我刚刚才看完。好，你先去看，先不爆雷。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刚那下不用防哦，刚很壮观的，大家一起飞。 螃蟹，拿命来！啊靠！被人闪到他。<笑>嗯？ 靠腰，可以空挥两下，真了不起了！撞他不就死在了？这样可以拿2倍的素材。 他们没有人要放，没有人要放，他们可能没注意到，然后赶快按一按。我看一下螃蟹的装备长怎样。欸，翔虫仔细看，很大只呢。 我が真似でしよう。もう倒してしまったか。さすがはカムラが誇る強者だ。どうかしたかい？これは主とも違う妙な傷跡だな。
だ。待て、危険だ。里の者を避難させよう。閃光弾を、うん、任せてもらおう。お前たちは仲間を。怪我はないか。哦，好帅！看龙帝，你居然是片手剑玩家。获得了勋章，啊，好帅啊！骑士，虽然我觉得。和风的东西还不错，但是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西方的风格。我讲老实话，我比较喜欢骑士啊，国王那种头衔，比起武士那些。哦，那是他姐哦。我以为他是看起来长得很。他只是换个发型而已，因为要打仗，然后顺便换件衣服。我看不出来，啊，年色都差不多，那完了，我真的眼瞎了。看绝音龙，他们当初体验版速刷都给我，都刷个极限，我看到有六分钟了，五分钟、六分钟了，我都打不赢。嘿嘿，爽哦，出花。然后先去领一下东西，有什么东西可以领？又有东西可以领。还有重卡玉不错，这别拜。啊，这个嘞！ようこそ。わあ。いらっしゃい。お話できて楽しかったよ。这才是龙地尼。おいや。赞嘞！这种外交官的感觉，他的船可爱，喜欢弄船。
先去特卖看一下。啊，不是，先抽奖啊。何をお探しですか？おお、良い狩りを。回复也不错。先不要。我先看一下他有没有新的武器。还没开放。不是还没开放，还没打到。防具的话，我看一下，已经有进阶的话，用武龙。所以螃蟹没有。少なくない。待つのには慣れている。所以没有螃蟹。好，没关系，先这样。運の用事ならここに来い。待っていたぞ。这个。他那个胸甲真的是触动到我的性癖。慣れぬ船旅で疲れが出たのでは？それは良かった。間もなく到着するぞ。私たちの拠点、エルガドだ。気に入ってもらえたようだな。ゆっくりと案内したいところだが、先に紹介したい方がいる。行こうか。この拠点のリーダー、ガリアス提督だ。さあ、紹介しよう。カムラよりハンターをお連れしました。歓迎する。赞哦！Master Rank MR 新的那个。OK， 好。艾尔卡多，
哦，刚刚就是看到他。哎呦，我喜欢，帮他换，喜欢他们的服装，就帮他换一下衣服。什么东西？哦，听起来很复杂。等级4的装饰品哦。看一下哦。MR 素材。OK。可是也还好，因为我现在拿的也不是白龙的武器。弓可能比较有影响。不过我冲枪拿的是那个，应该还好。哎呦，是水兽往下接哦！哎呦，谢钱，280，240，哦，这个，哦，马上直接超越。不然就知道先玩这个260。干啥小？可是放射型，蟹钳是通常型哦。那我先打一下，然后他们这边就有精英防具，我看一下，直接到 rank 8了。螃蟹装。开螃蟹装的技能什么？哎呦，哎呦，炮弹装填，装填枪，好像不错哎，可以哦这一套。没有，我先解一下好了。哼，赌性坚强，来。他不让我抽，可恶。现在可以买生命的粉尘了。またのお越しを。哎呦，现在用餐看看，看一下他们的新动画。又是一个毒性坚，给毒性坚强的人使用的。看一下，越上面容，越上面越不容易成功，可是上面。成功的话，效果比较好。
哦，原来火车是这样用的。我原来火车只是背景而已。那火车很可爱，你看它背景那边一直在晃，很好笑。来来来，我们去研究一下。哦，这个人最后跟他讲话。啊，这个就是外派人员了。私下交易哦。没用的杂物听得也太好了吧。很多新功能哦。欸，他穿的是紫火龙。哦，里面看起来很有趣呢。哎，お互い頑張りましょう。教官参上。つわものよ。おう。哦，那是哦，那个就是大洞，我也是瀑布而已。对，我必须要回去啊！是快速更换，那还好，快速更换还好。哦，对啊，他现在这个版本组合器可以自己切换，可以配两套。哦 ，yes。哦，他把他弄回来了啊！终于给我新的了，我好开心。但他是 L T 加 Y 加 B 一起按。狩りの基本だぞ。始めよう。よく来たね。OK。所以红的是预设，蓝的是
嗯，好。看一下哦。对，暴风通风，然后迅速装田龙，爆抗跑。好，试试看。这还是没有那招还没来，可惜。我玩一下爆抗炮了，好像爆抗炮我觉得也是新的。基本だぞ。试试看爆抗炮在哪里。哦，这样就是比较快啊。伤害差很多，那我试试看爆抗炮刚打多少，我再研究一次。靠腰。还是我被打死。125。哦，那我懂，他爆抗炮就是只算后面那一招。啊，龙抗炮会有前面还有炸一下，啪啪啪啪啪的，啪啪啪啪啪的伤害。那我觉得爆抗好了。应该说，因为输出也不是龙，我玩的时候我玩的方法输出也不是龙抗炮、啊，那不爆抗就当作我按错的时候可以紧急切换就好了。王玉山猴听起来很潮哎、欸。嗨，哦，嗯，
はいよ。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はい。ええ。密林哦，新的地区。先看一下，那我先接一些任务。哦哟，很多哦。但是直接接 Master 啊。烧鸟，密林的烧鸟可以啦，没在怕的啦。我还好，我觉得我发邀请就好了。想不想啊？小智伸手听起来像赌博、欸。其实斗啊，斗气大会，斗气大会我没还好。我可以派那么多人哦、喔！刚刚好五只。哦、我喜欢这个风格。踏み入れることを許されたかの地は、燃える木も湧く水も朽ちた石も集う者たちを招き入れる地となろう。我说的比起和风，我比较喜欢欧风、欧式风格。哎呀，都是，全部是屋子这样。等一下，我先去捡一些好东西。他在洞穴里面是不是？那我抓到拖水兽过去。哎、欸，水兽过来！哎、欸、呦呦，他吸引到，吸引到了！哦，这样是有沾到了吧？快跑哦！
要赚些素材。好，然后现在要开始伤害。哈哈哈，谁在内鬼？水兽跟烧鸟的体型也差太多了吧？哦，你说你在打内战，然后荷兰当内，为什么？你是历史路线吗？还是？哎，等一下，大哥，大哥，大哥，你完全偏掉。不行，荷兰太小了啦。哎呦，哎呦，哎呦，刚刚好、哦、配一套。哎呦，哎、欸，再抄一次。水兽都几乎没伤害到，可惜。哎，靠，太慢。不是、啊，所以你是宣完打完之后，把它收成傀儡还是怎样？哎、欸，爽哦，掉了一地。好比人动了一下，看臭螃蟹，不要挡我！不是，可是荷兰，不是，可是荷兰站的位置跟人家同一侧啊。哎、欸，靠！不是荷兰，哎、欸，我换个方向。荷兰那个时候，你傀儡他的时候，他有兵吗？啊，他是希特勒那边。哦哦哦，所以傀儡会变这样哦。那如果你把他打掉之后，他会？他要回去吗？
烤鸭好衰哦。哎，太早防。随手路过一下，是不是？刚刚想起来，我没带到，没带到陷阱。看一下，水兽路过，顺便钓个爪子哦，这么开心。然后现在往地图中间跑。哦，我以为他会变，我以为他会变玩家的，所以他傀儡之后还是会自己跑出去，然后所以要全吃才可以。如果当时要打，要真的要全吃才可以才行。好，出货。蟹是这边上去之后左转。没有，你吃完，你打完再放就好了。现在也没差了，如果你不吃地的话，其实没关系，因为他看他那个判断依据是荷兰军力要比你多就行了。哎，不然停。多飞一圈，贯通乌贼听起来很好吃，听起来像日本料理店会放的食材。靠，在一个错误时间点防御到。没有，没关系。如果你没有要吃地的话，你只知道解女王的话，其实没差、啊。反正重点差不用在，他是
只要他把他放出来就好了。哎，应该说他拒绝放回来就可以了。靠腰的，我衰！哇，贝哥太早放了。靠腰，哇，他很会哦！刚好都在我一个放招的动画还没结束的时候。哎，我刚刚那招不是防下来的吗？哦，这个没有。啊，拒绝条件，他的你的军力比他多。他觉得他就拒绝了。哎，抓到喽！好危险哦！要不你打太赶了。我有九等了。好，再去打一场。帝国守卫改，可惜刚好之前玩的都没有。没有办法往下做。终极结晶到底是什么我都没看过。不然就知道先出这一把顶一下。我觉得伤害差太多了。啊，炮击是 level 6的，我看一下。对啊，这个炮击还 level 5而已，算有三个槽，一个槽，两个槽，是多少？250哦。可是他炮击 level 4而已哦，啊，不要。好，我觉得我可以打一下。大明蟹的钢爪。
明系的刚找到什么？我想想。こちらがクエスト一覧です。哼哼，所以到底是二四还是三四？还是他一回来，二四就嗝，三四就嗝屁了？你是要还是别？哎，对，没有，你应该是你要走女王线，应该是要。怎么那么衰啊？都没有人。我打一只看看，再打一只，打一只看看的话会不会掉爪子？对，你知道三四才对啊，你就裁军了。嗯，没有补。啊，螃蟹喽！这张图没有搞，傀儡之路在左边。我顺便去捡一下。要怎么上去呢？在这个上面吧。哦，捡到了。好哇，你要小心啊！他会随机乱走啊。如果即便你开历史路线，还是有可能会爆。哎，挖个矿。哦，终于有了！哦，终极结晶这样就可以出了。难得爬上，我看一下地图上面那个猫掌是什么？这以前有吗？挖个香菇。快到，快到！
这里可能以前有，只是我以前都没来过。哎、欸，上来了！哦，仙人的遗物、哦，这是什么？这是庙吗？猫猫庙。哎、欸，对，我很常看到，我也不知道他是哪一个国车会这样走，还是谁给他的勇气呢？水哦，干嘛？叫一下，走错边，走错边。可是这样苏联没有打吗？还是他只是单纯给他借口而已，我也不确定。哎、欸，大哥过来啊，看戏啊！亏他们两个先打了。他们两个怎么先打起来？哎、欸，大哥，大哥，你看错人了。靠！要怎么喷到？怎么喷到两只？哦，可以喷两只，我现在知道。哦，干！直接喷热水柱，喷我满脸。再揍，再扁他三拳，再扁三拳，好，必杀技。满地素材啊！哎、欸，靠呀！看怎么滑下来。为什么他这里动作感觉那么奇怪？
我靠，他直接他过来一个回旋嘞！嗯，他跑了。好，没有关系。没打哦，所以他只是，他只是有给借，他只是跳事件出来啊，没有真的打，跳爽了。跑，他跑好远，怎么？走跑哪里啊？然后是他在哪个部位被破坏，他自己跳下来自己破坏自己，这么好笑。他在哪被抓到？什么东西？你是哪边没有？哪边弄错了？好了，耶，找到喽！再赚一只。
所以他的爪子是，哦，有钢爪一个，哎，两个三个，我再打一只吧，靠北缺一个，本来就不行啊，不到二次回来再换三次，本来就不行啊。你是不是等二次回来死了之后才换三次了？这样不行，刚刚试过了。嗯，你没有暂停到，你没有暂停到，那就是，就是 bug 咯。为什么大家为什么二次会比三？那听起来是 bug 啊，那 bug 的话就没办法了。那你二次是怎么回来的？再打一次应该就 OK 了。最好先穿一下。啊？他先回来，你才按到人浪，但不知道那他怎么回来的？不是，因为照理来讲，三四回来的那个时候，就是他有个重建地之后面有个银灰皇室的那个、啊，对吧、啊？很奇妙，那就是 bug 啦，那没了，你就是被搞了，你就是被搞了，哭了，又二又三的。打一次应该可以，这次一定行。其实我很好奇，魔脸玩人，电脑版玩人到底算多还算少？我现在这样搜都搜不到人了。快点哦！靠腰。
么算那么精准？干，真的很衰。哇，跑掉了，还好，跑掉也好，我们不会动啊。把你的手交出来！地裂斩伤害真的太低了，它主要是辅助技能。哇，那你这样也蛮衰的。等要重打。被一个赶小狗姿势打走，我可以抓了，可以抓就不啰嗦了。
耶、yeah, 抓到咯。再抓一只。啊可以做新武器了。攻击力会差蛮多的，我先穿一下。200是差60、欸。先换一个顶一下。之后再研究要玩什么。没有关系啊。啊有了有了。啊可以做了。嗯，好，先做一把新武器来玩看看。然后我可以，那我要做什么？我看一下，百龙技能吧，我看一下。哦，他没有啊，等会他要弄那个什么百龙饰品。OK， 好，增加攻击火异常哦，啊，那我应该要水异常。哦。进行防御，哎呦，这样不错。我是水属性的，应该要配一个这个。那我先出一个水，水扩容珠好了，十个。好，那我再去挖就好了。嗯，把这个换掉。装填速度哦，装填速度会加，可要加弩炮，还是加？那弓也要留着用，要留着弓用。体速耐震好，我觉得这个好像好一点。哦，这是蟹爪哎、欸，看起来很好吃哎、欸。33哎、欸，哦，还有加伤害是不是？啊，没有170，这我你看我现在是。170火属33，但加起来才多少？200算203，这随便就爆了，爆很多。相信他，哇！我相信他，再打一场，
然后为了刷装备打了三场螃蟹。再打一只，再休息。水兽好了。好衰哦，怎么做一个？啊，它是水兽齁。来啊，过来啊。哦呦，随便就84哦。其实我觉得比体验版的里面痛多了。哎呦，干螃蟹！再抄一次。哦，396哦，螃蟹你打得很痛呢，你不只看起来好吃，还很强呢。好像屁股撞他，我不知道为什么背对他。满地素材，好开心！这把武器伤害是痛啊，可惜它锋刃度很低。干，全部给我掉重壳！哦哟，真的是气死！
他牺牲生物跑了。磨个刀吧，啊，先挖个矿石。哎，赞！找到台风尾最衰的那种。我没有要打他，只靠被烤到而已。差点会被扫到，我想说没事，我才没躲。飞高高。完了完了完了，
好衰哦，距离没算好。狗不要叫，帮我打啊！我整个人已经丢跟海绵一样丢下去了，快投降！哎呦，可以了，还吐不出水，好可怜哦！算你回岛，算你回家。哎，爸爸回家。嗯，怎样？怎么了？哦，我好像听过。就选择类型，我发现怎样？又是河童蛙，好，去打河童蛙，河童蛙那么废。打一打再睡觉。こんにちは。はい。うんうん。特別なクエストが届きましたよ。属性异常哦，尴尬。合同话还好，合同话应该还行。哦，你说这种哦，要看是什么类型的游戏，不是它什么题材的吧？不过我平常好像也会玩类型的，如果有的话，虽然我想不出来有什么游戏会是以这类型为主。好，出花。特別なクエスト、ご確認くださいませ。どうかお気をつけて。然后这边。好像赶快拿到那个哦，新的技能。神火哦，神火衍生还好，这个可惜。
啊，扩散我也不会用。闪鸟的提升哦。哦，好吧，那看来看去，目前好像是这把最好用，这把是我可以拿到算好用的。最后好，最后再打一次水兽。修行を重ねて磨き上げたこの加工技術で大満足させちゃうからね。腕が鳴るね。靠，重壳我拿到20个，我也太会拿了。我们先穿上就，哎，出货。悲风是什么？我听不。儿童哇，轻松啊 ，easy 啊。不过，如果你说巫妖，然后背景是魔兽的话，我好像没看过。我看的那個，我有印象，好像那个背景是 D&D 的。让乌贼来会会你。哇，连跳两下，还有我防得快。好胖，我已经整个在他肚子里面了。嗯，他怎么跌倒了？哎、欸，靠！怎么没防到？哦，还是他刚判定是我在，还在迅速装填的阶段。哦，没有，这个是来不及取消掉。哎、欸，螃蟹。创造新的种族，这么秋。螃蟹，让他见识你的厉害。连戳三下、欸，打那个有200啊！
哦，这确实算是重点了。都是男的，然后弄出新种族也蛮厉害的。靠，重可我一堆。我堆壳干嘛、啊？水兽，哦，水兽也来的刚刚好，哦，你们会抓时机哦。哎，从无到有弄出一个新种族也蛮厉害的。从背景来看的话，水兽，你不要跑。你们两个互打，怎么会打我？让我失望了，水兽。靠腰。完了完了完了，烦死了，回来。对啊，对啊，他刚有防御到的声音哦。哦，被拍晕了，完了。
我干，一掌拍烂。怎么会打合同？我要陷入苦战。我看，啊，又给我跑，还慢了。终于要打了吧，两边。哎，哎，赶快抄一下。我们俩自己倒在地上，睡觉吧你。只要是生物盾搞的，这蛮厉害。但是魔兽的世界观哦，可是魔兽的世界观，它小说哦。那我还真的没听过，因为魔兽小说。从小时候只看那个，我只看过月亮熊写的，其他都没有。耶，终于，十二分钟有点慢了。还有水哦，我们都要来。靠，好多人要讲话。呀，こんにちは。またのお越しを。把油倒进壶里面，听起来，明天有点色情。完成。20颗哦，接着109颗。装填速度逆袭，我看这个，这個、可以留。好，再20颗。哦。商品はこちら。
ご利用どうも。雑貨屋、じゃあまたね。啊，我先去看一下儿童屋还有什么东西好了。新的武器我看，新的武器也才水兽，可是他们炮击又太低了。算了，先玩这把。换赤甲兽我可以考虑一下，因为赤甲兽应该是，应该后面也是放射型，它前面都是放射型，对啊，结局不好。这烂尾的感觉哦，啊，很伤心。让我看一下，算了，也没什么好弄的。而且合同蛙不适合大明蟹，好像也不大明蟹，我看一下，增加冲，可是它做一个会强化到，其他好像还好。有收到数 level 3哦，可是感觉是比较像弩枪的装哎，跟我好像没关系。可惜。炮弹装点才到一而已，不过防御倒是蛮高的啦。前面三个还不错，后面有点亏。好了，先开到这样好了。浪费钱，我先休息，明天等朋友上，我再找他一起刷。啊，先开到这里。你说那个小说，最近没什么在看小说，不然我积一堆书没看。哦，我大家去找看看好了，前面好看，我再考虑一下。我可以至少上下班通勤的时候可以看啊，先这样啦，先关台了，休息了，拜拜。